人家挺好，挺吵的。我又没有怎么样。所以。是你跟我说我不要用手机的哎、欸。我要听好。我咧讲一个概念就对啦，哦，你去思考啦，啊，你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你做啥？明后明早为什么？我有做错什么吗？等你，那个是你的粉砖吗？那个是和你的吗？哪一个？中间好像是我的。你的吗？嗯。那、啊、你两个封锁。你不是教他们封锁吗？啊，一起列粉砖还是列粉砖？他们可以封锁啊！啊，你看到你的封锁吗？哦，那是你们的。啊，因是安怎？因死来哦。啊，规工的主持咧刷恁回回，我袂好就变卖错嘛。规工的要求公司放你放你放你啊！演出戏演出戏，家己工作较好来哦。破一个病就伫遐，规工讲要死要活；破一个病就规工讲，无在要上班讲安怎？台湾2450万人，逐家演出戏，我疫情这样，大家拢免上班。15000的家庭拢卖上班啦，大家拢卖上班啦。咱规工咧厝诶隔离就好啊，对无啊？居家工作做工会做袂好势，对个，有啊。来，关坤尼什么事？我刚我在跟他讲啊，他的粉专就有在串联了、啊，他的粉专有在串联，你看到酸民就直接封锁，不用再多讲什么了。这位朋友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来，我现在讲给你听哦，关他什么事情？我现在讲给你听哦。来，坤尼，打开你的手机啊。你看一下，今天我帮你 po 那个影片，今天多少人观看了？你看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乔爱昆尼。这一段时间网络上面的风波，对公司及联董造成了伤害。我在这边有一些话想对大家说。联董他是一个工作非常认真的人，他把工作所得的一部分捐出来做爱心公益。爱心公益的活动他也持续做了8年，在公司里面也学习到了很多，很感谢公司所给予的一切，还有很多的资源。那联董也很照顾每一位员工，也很关心每一位员工。看一下今天你上传那影片，来观看次数多少了？19万十九万嘛，是不是19万人？对，几个小时？8个小时19万人嘛。那你算一下，8个小时19万人，平均一个小时多少人？都上万嘛。对啊，那这位朋友能够了解吗？你知道这个流量是我连千亿给他的，可以了解吗？因为这个流量是我给他的，你有办法了解吗？所以我关他什么事情？我在忙在解说，在解说很多商品的东西的时候，他们必须去把幕后的事情做好。我咧讲一个概念就对啦，哦，你去思考啦，啊，你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你做啥？明后明早为什么？我有做错什么吗？等你，我无想看到你回去，等你。
你先等，你先等，我无想其他无想看到你等。你平常无我讲的，唔免惊平常警察。我又没有怎么样。所以。是你跟我说你我不要用手机的哎、欸。我拄啊叫你红色选民，我叫你红色选民呀，一句话。我有封锁啊。好啦，免惊叫民警啦，等伊啦。我又没有怎样。我可以等你，等你。卖因为我的情绪，等你。我今天到底做错什么啊？点点啦，等你啦。